OK， 我们在高脚杯里面装水的时候，基本上是利用2派等于根号 Kelvin 是 m， 这个 m 是它的一个振动体的一个质量。那因此水杯里面的水加是越多，那它的整个质量越大的时候，这个周期就会变得比较长，所以这样的一个音调 pitch 就会比较低。因此这个刚好跟吹空气柱那个例子刚好相反，在我们的试管里面装水装越多，是靠空气的长度在振动，那么那个水越少的时候，空气柱越长，基本上它应该是越低。但是这个地方水越多，它质量振动质量越大，它的周期就越长，因此它的频率 pitch 比较低。